清洗校园。很厉害的洗地，他们是街友来帮忙洗地哦，免费的哦。把我们的校园的地板呢清洗干净，这个因为啊长期下来学校的地板因为日积月累啊有下雨又刮风，然后出太阳又下雨，然后这样子重复不断的啊，然后就累积了一些青苔，然后呢他们正在把校园呢啊出动三台哦，出动三台机器四台，然后把校园整理干净，预计这两天要把它清干净。这是清洗前的画面哦，我们之后来看一下清洗后的画面。